那现在来的这个小镇叫做尤鹿克村，它这个是那个三红花城大概11公里左右的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小镇，人很少。那现在的话是下午2:30，所以太阳很大也很热，我已经快被晒成黑人了。全部都是很传统的鄂图曼式的小房子，所以非常的特别有特色。找一下我咯。Hello。是啊，他在监视你们，不要再太拖刷了。他亲自押送。对呀，亲自押解犯人。